报仇了。我们持有密码的消息已经泄露出去了。此次悬赏奖励丰厚，各大组织和自由冒险者恐怕都会以你们为目标。其他冒险者不断向森林聚拢，逐步封锁你们的出路。一旦包围圈形成，就飞不出去了。那就必须在包围圈形成前成功突围。我发誓，一定会带你们离开界中间。在包围圈尚未成型之际突破封锁，虽然占了先机，但这并不代表能逃之夭夭。对方有多处点位纹丝不动，反应也未免过于迟钝，不太对劲。巴巴塔，对方有多少拥有远程进攻手段的作战单位？附近共有29架飞船，正调整自己的转向，而这意味着……他们在用激光炮瞄准。检测敌方能量，3 2 1发射。
船目标太大，不管是哪种路线都难以规避所有攻击，在对方的火力网下迟早会被摧毁。快看，我们马上突破包围圈了。事到如今之后，什么？目标已丢失，目标已丢失。难道他们用空间存储器将飞船收纳，借此规避攻击？回来了，我刚才差点就死了。这一天天的，不是强行破解系统，就是超载发射器狂轰，人工智能遇事人也是要讲人权的。他们之前一直在追踪飞船，飞船信号消失，我们目标又响，他们一直找不到。即便如此，我们的位置也会很快被重新锁定。和白虎楼结盟，与三虎山、北龙城展开借矿石的争夺战。战斗已蔓延到界中界各地，要算出一条避开战火的逃生路径，恐怕难上加难。我们可以借助战场掩护，徒步穿越这片战区，到达联军驻地。你疯了吗？战区火力密集，我们走进去就像走进一滩巨大的绞肉机里一样，没有飞船保护，北流单机就都有可能身亡。我觉得老三的方案可行，黄武团步步紧逼，但若是在各方交火的战区，他们反倒难以在这混乱的局势下进行围堵。放心，在如何规避战火方面我有经验。外公，罗峰一行用穿越战区的方式规避追捕，要是再投入兵力追踪，战损会很惊人。布洛林，密码事关你我的未来，我们已经在界中界投入了太多，若是失败一切成空。我明白。第五大队站队，开始行动。和白虎楼各派了一支千人队伍追踪我们，一支在地底，另一支在地表接应，距离也不足30公里。避开了榴弹，却避不开追杀。
真是阴魂不散。无妨，由于佣兵考核的入场限制以及各方阵营的约定，界中界被限制在恒星级九阶以下，而我的魔云腾是在界中界内突破到宇宙级二阶的，不受等级限制。但是敌人数量实在太多，而且呈包围趋势。三弟，你本体只有恒星级三阶，依然很脆弱。我们已经牺牲了虎克、盖亚、铁南河，不能再轻易冒险了，所以我们要打游击战，一经得手立刻撤退，绝不泄露团战。而且混乱的战区让他们难以进行围堵，再加上地下这一纵深空间，足以和对方周旋。地下情况如何？目标已近在眼前，即将开始作战，看来悬赏金的大头是我们的了。没错，是我们的了。怎么回事？快去看看。队长，没有应答，地下出事了。队长，火风，大家分开走。洛风到底在哪儿？看来我的推算没错，里面好多宝物和界矿石，这是只有队长才有权管辖的。对方人数众多，只有队长阵亡，他们陷入混乱，我们才有更多逃脱的机会。多亏了巴巴塔提前锁定人选。追兵来了，快撤回地下。殿下，罗峰一行人来回往返于地面与地下，同我方周旋，目前尚未完成追捕。我对你们的无能已经习惯，预测罗峰的行进路线。原来是想要寻求三府山的庇护，但你们终将无处藏身。这一路上成功猎杀十个队长，共得了宝物九件，908万件宝石，现在距离三府山基地也不远了。希望这次怎么钻山追破头的速度越来越慢。前方地质密度极高，无法继续前行。必须回到地面。我们背后还有大量追兵呢，我们必须保持移动才能避免被围堵。发现目标，追！我会把坐标分享给三府山，请他们尽快赶来。